结束2011年刘德华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后，时隔两年，刘德华近日宣布将于9月11日在上海再次启动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，并且首站锁定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。每次演唱会华仔都会花尽心思，拍摄宣传海报更是不惜成本，此次就首度邀得国际知名大品牌专用的美国级形象造型师 CK 及海报概念香港设计师 SK 两位大师合作，更是将全香港品牌的潮流白色衣服搜过来，为华仔打造全新形象，并且拍摄场地加建水池，令华仔化身成模特出场在水中行，甚至不停被水泼足4个小时，为了让水花出来的效果完美，工作人员多角度向华仔泼水，全场水花四溅，才打造出由华仔英文名安迪的 A 字登场的特别效果。爱收不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